八关五穴，八关六穴，八关七穴，八关八穴。那么八关五穴是位在无名指正中央旁内侧五分下面2.5分的地方，那么八关六穴呢是在外侧五分下面2.5分的地方。那么这几个正位在扎的时候呢，由下往上斜刺2到3分，那么它们可以治疗中风、半身不遂、脑贫血、痿症、肩臂痛、耳鸣、耳聋以及手足的风湿病。那么八关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总共八个穴呢，配合正会穴呢，是治疗中风、半身不遂的特效穴，也是董公常用的速效穴。那么此外，他们治疗五十肩、手臂不举、腿痛、腿软无力呢，更是针到病除。那么一般只要取八关3、4两穴即可。